马女士提示港媒爆料，周星驰带17岁港姐张小琪 UK 出海游玩，称其正在追求她。对此有媒体求证周星驰工作人员，对方表示星爷跟那个女孩根本不熟，那天船上还有一大帮人，前两天那个女孩也有主动跟星爷去划浪，但星爷都没有搭理和回复她，因为大家不熟，一帮人出海玩水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写成这样。报道称周星驰和张小琪是在某次富豪派对上认识，当时周星驰对张小琪一见钟情，此后周星驰多次主动搭讪，两人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，以后就经常一起出来玩。不过每次都是周星驰主动邀请张小琪，因为周星驰特别喜欢坐游艇出海，所以两人很多时候都是在游艇上玩。据说周星驰非常小心，对于有关身份的问题都会很谨慎，每次出门都包裹得严严实实。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喜欢就订阅呗。